孩子，咱们到游乐场了。好开心啊。开心就好。老师，谢谢你这次陪我过生日。哦，对了，我给你做了个面包。哇，腾腾还会做面包啊。给你。这什么面包啊？这不是石头吗？这是石头颜色的面包，对不对？老师吃一口。好香啊。你们演的这是什么呀？从尖叫吧。总监，灯又灭了。为什么灭灯啊？祝你生日快乐。你去一边去吧，过生日吹蜡烛呗。我告诉你，灭灯是因为观众不喜欢看你的戏，这个戏不好看就是因为你这个破导演，还有你们破演员，破演员，破演员。贾老师一边去吧，大熊我来了，电视剧就有救了。观众喜欢看什么？就喜欢看跌宕起伏的反转神剧。来，跟着曹总监将收视排行登顶，开始。好，各部门准备。这是一个讲述女教师贾玲被三个男人帮助的故事，故事的名字叫《一个好汉三个帮》，四集32场，预备，开始。咱们到游乐场了。好开心啊。开心就好。老师，谢谢你这次陪我过生日。哦，对了，我给你做了一个面包。哇，腾腾还会做面包啊。送给你。哇，这什么面包啊？这不是石头吗？这是石头颜色的面包，对不对？老师吃一口。好香啊。老师啊，真是谢谢你，自从我跟吞吞妈妈离婚以后，好久没看见吞吞这么开心了。我跟吞吞在一起也很开心呢。爸爸，如果老师是我妈妈就好了。傻孩子，瞎说什么呢？爸爸，你不是说过吗，你喜欢老师的。我什么时候说了？别胡说。真的吗？其实这些年我不反感你，你觉得行吗？你就是用这个方式表白吗？你们就是用这个方式降低收视率吗？这是什么呀？一点都不好看呢，能不能来点刺激的剧情？可以吗？可以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我有一个妈妈了。可是我有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这个条件就是反转，这个孩子不能要。老师，我是最喜欢我的吗？那是因为我要勾引你爸。谭老师，你这是干什么呢？爸爸，好孩子，我们回家吧。好孩子，反转，自己回去吧。别叫我爸爸，叫叔叔。爸爸，你这样对我，我就向妈妈告状。向你妈告状？离了婚以后，你妈就再没出现过。她在哪儿呢？在哪儿呢？亲妈出现，我在这儿呢。怎么回事啊？你不是答应过我要好好对吞吞的吗？吞吞，不用害怕，其实这么多年妈妈一直在你的身边关注你的一言一行。反转，你刚才不是管她叫妈妈，再叫一个试试。妈妈，对不起对不起，这个面包给你吃。我跟你说了多少次，这不是面包，这是石头，你吃一个，你吃。哎呀，总监总监，那收视率下来了。哎呀，这个小孩太可怜了，咱们为了这个孩子改变一下剧情吧，来接着演。妈妈，这个不是石头，这个是反转，陨石，价值2000多万呢。妈妈，你现在不会不要我了吧？傻孩子，妈妈永远都认你。反转，我还不要你了呢。我是你的亲妈呀。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。哎，我是新的，我是新的。那我们俩是旧的。对对，咱们回家吧。好，非常好啊，妈妈和孩子回家过幸福的生活。来接着演。吞吞，以后咱们俩就在这儿生活。你看这里都没有人，
既然这里没有人的话，那咱们就我懂，把钥匙给我拿过来。啊，拿过来，不肯，你给不给我？不肯，不给我，我就动手了。哎，总监，那个不能打小孩啊。为什么呀？那个打小孩电视里不让播。哦，你给我拿过来，我不给。我最后问你一次，再不给的话，我就动手了。换个方式打，给不给我？哎，你给不给我？我打你妈，打你妈！哎，打在我身，轰在你心，你给我，你给我！哎，不是总监，掐死我自己！这个剧情太无聊了啊！但是咱们收视率上来了，哎，越无聊越好看呗！哎，那总监，咱们何不如这样啊？嗯，加入点更加无聊的因素。嗯，好主意！无聊的时候，咱们加入一个影视大咖，好不好？有请影视大咖出场。你不能打孩子。你是谁呀？啊，不要问我是谁。你不能打孩子。为什么呀？因为墨迹。世界上每一件事的源头，能是能他妈生，要是要他妈生，小朋友也是有他妈生。你不用打他，你打他，他妈妈是心疼。小孩子做错事，你可以骂，你可以叫，但是不能打。狼杀妖精鬼怪，红里哟，狼保护我，西北的旁人海正的我，只有你金镜就是红。罗老师辛苦，谢谢，咱继续演。蒋叔叔，爸爸好，爸爸，叔叔您真是一个好人。对对对，好人，我要爸爸你。反转，你这是干嘛呢？怎么把奶奶？哎呀，你怎么也这么坏呀？给我，这你们两个都是为了陨石来的，你们两个是坏人。哎呀，总监，这个怎么广告还没加呢？呀，这个时候还没讲完，那可不行啊！来，接着上人上。哦，哇，外星人！你好，我是伽马星球派到地球上来要这颗陨石的，请把这颗陨石还给我们。好的，叔叔，给你。谢谢，孩子你真乖，叔叔谢谢你，好喜欢你啊。叔叔，我也非常喜欢你。反转，爸爸。那个，你说这个事儿扯不扯？你是吞吞的亲爸爸，竟然想出这种办法来，你说你啊，什么招你都想得出来，这种办法？反转，简直太聪明了。真的吗？哎，你为什么这么聪明啊？啊，那都是因为加广告，都是因为我用了喜剧斑牌补脑液。喜剧斑补脑液采用纯天然猪脑、牛脑、羊脑配制而成。喜剧斑补脑液，谁用谁补脑。好，这就是大家爱看的反转神剧，本期收视排行。